放心，今天做一个美美的小迷你。哎呀，你大爆头，哇，这家伙够大，这个一斤，这一个得有一斤半呢，两斤左右。别放心，玉米螺，你看今天这个好，它啥也不蹦的，这面包蟹也不大蹦的。哎呀，漂亮！来点老抽，哎，多来一点老抽，老抽上颜色好看，你知道吧？醋，我不知道他们觉不觉得呛，他们一直喝到醋的话，我感觉应该是，哇，他们说老酸了。是吧？哈哈，你看伸手了，这螃蟹伸手干啥呀？打个招呼，救救我！天鹅背，不过它的天鹅背好，没有我们家的美背好吃，对吧？我这实话实说，这真的它没有我们家的美背好吃。又煮老了，啊！呸！这边还有沙子，你看我们家美背还没有沙子。这个没有，不过后面我可能没咬它，没有美贝好吃，真的没有美贝。这是那个玉米螺，像不像你们家里面那个玉米是不是？哎，中国文化博大精深。这像什么？像不像小狗？那个什么？面包蟹，哎呀，来个大绿背，大绿开膛了呢，开膛我给拿下来，哎呀，像不像？像不像吧？你就说，老了，这家伙煮的，不过没有我老。不是，那个，我比他不是，是他老，煮的他太老了，哇，这家伙可有嚼劲儿啊！啊，煮的太老了，港湾贝，这种叫港湾贝。面包蟹，哦，这腿儿，你看我开始我跟你说下锅的时候你不要动，你一动它的腿就全掉了，你不相信？这头开吗？靠！到底是我拿头撞它还是它撞我？碰瓷儿！哎呀，慧蓉说这面包蟹上面白白是什么？你就是煮青菜它也会有那种白白的东西。这就真的像个面包似的，对吧？哎，这里面这黄膏还没有，有黄有膏，有的没有膏，各有黄啊。哇塞，这个腿真粗，你看这个头吊在这像是个什么，像个蛋似的。好像有什么。一吃它那个黄就有点噎人，像鸡蛋黄啊，可噎了，那就一杯忘情水就好了。像个大肥猪肉似的。鲍鱼，这是
哎呀，那鲍鱼，哎，哎呀，啊，这些都不吃了，哎，给它摘掉。你看是不是可肥了，可好了。这是个高蛋白的东西。哇，好嫩，你看它这肉。啊，特别的嫩，这一点点上面好像有点小，我有点嫌弃它。哎呀，给个双击行不行？就这样点两下。